大一女神榜，比较可爱。从客观上来说，确实是挺漂亮的。不要叫我男生，不要叫我男生。什么学长好帅啊什么的。他们会叫我男神，我得在别人面前就得注意形象，就得保持一个很良好的一种状态。我可能就是太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从而迷失掉了真正的自己。其实我挺迷茫的。高中的时候，你的目标已经是被既定好了，而大学需要你自己重新找到目标，找到方向。怎么，别的小朋友都在玩，就他一个人坐在楼梯上看人家玩啊？感觉我不太能融入集体的活动吧，但是我看着他们玩，我也很想加入。我的烦恼可能就是很喜欢熬夜。其实我这个人我就不是那么合群啊，没有特别想去大家聚会啊那种局，人多一点我就不想去。在考试的前两天，然后我的前任跟我说分手，就然后晚上就哭得很惨烈，就有的时候经常会怀疑说分手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好，就会感觉到有一些孤独。我可能是不是交不到像高中那么好的朋友了？如果要是再能好好学习一下，毕业的时候或许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坚定做自己，不要太看重别人的眼光。去支教，去交友，多了解社会。迈出第一步，希望有人能喜欢内向。大学四年就是来经历这些，就是来学习解决问题。真的很是真诚的自己。我既然选择了，我就会坚持到底。扔掉手机，做更自律的 Better Me。加油！资生党研究多年的微细泡沫，好厉害啊！挤出两厘米，充分起泡，搓出比毛孔还小的微细泡沫。资生堂的山科洁面乳带来微细绵密泡沫洁面体验，让每一个泡沫分子深入毛孔，带走污垢。浓密的泡沫作为润滑，减少对皮肤的摩擦，更温和的清洁毛孔。洗去烦恼和郁闷，用明亮的笑容度过仅有一次的青春。三二一，青春我来了。